向南飞车狂飙，最后被远景揪出车外，压制在地。现在照三外了哈，你有啥物照？老实讲，通知车顶毒品。酒驾连环撞，成为现场一片混乱。当时驾驶跟友人全坐在地上，无辜被撞车主差点吓破胆。他是直接从那边冲过来，一边冲过来了，已经没完。造成黑色轿车车头几乎全撞烂，驾驶撞车后又自撞桥墩，还波及另一辆机车，无辜骑士都被撞飞。但为什么要跑给警察追？原来他不仅酒驾，车上还藏毒。哎，毒还是什么物件啊？都没有带，都没有水的啦、啊。为什么会在车上、啊？没有，真的要喝酒。正好要下车逃逸，被我们同事强力拉出来，因为摇下车窗关系，闻到有酒气味。二号凌晨，酒驾男在高雄的九如跟民族路口看见许多远景，心虚逃逸，以时速破百在市区狂飙，连环撞车后，车上三人被压制在地，警方还搜出了 K 他命。撞到那个桥墩停下来，他是那个防撞业者，因为他们都喝酒酒驾，然后又吸毒。肇事驾驶酒测值0.36，被以公共危险罪送办。酒驾男预警拒停，还以时速破百在市区狂飙，危险驾驶肇事还藏毒，罪加一等。记者陈国明、黄佩如高雄报道。